我们今天要在家里吃菜，而且过年，因为今天太早订机票回来，所以就要在美国过年。Sergio 还有 Erica 还有华，吃炒菜，吃炒菜。罗哈罗哈，你好，思密嘎，欢迎来到 Sonia Su TV。那我们现在镜头带到所有忙碌的人们。其实我本来要帮忙煮菜，但是就对啊，就变成录影的哈。不，哎，我。这一个呢，这一位是呢，最近得住在我们家的 Sergio， 大家嗨 ，say hi。hi。Sergio， you know what I say？ I say， 超帅的。It means you are handsome。You've been pleasant。这是小编。小编。这是 Erica。Say hi， 好吧，他不想入镜，害羞，不要录，走开。看他在帮我们洗东西，然后就帮忙洗东西，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感觉。他今天来我们家做客，哇，这个鱼。今天呢，小编呢还特地去了 China Town 买一大堆食材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一大堆还是怎样，但是我们看一下。好，冷冻库没有该有的东西。好吧，这里好像没有看到太多新的东西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好勤劳，你看帮我们刷的这么干净，唉，当我们室友好了，我们的室友都没有啦，大家都还是很好的。可以，尽量再多。干嘛这样？尽量就。Sonia 在切香菇，哎，哇，好棒哦！什么？那什么贤妻？什么良母啊？还是什么东西来着？好吧，不知道。中文跟英文都不好。哎，干嘛这样？啊，那不然是什么？哦，贤惠，对，贤惠。对，我还没有吃呢。说实在，这谁蒜头是有特别是谁的吗？我蒜头已经发芽了。你们。感觉这灯光还不差。Are you good at no peeling the garlic? 嗯 ，There's only one way to find that out. 切的差不多了。对啊。其实我手好酸哦。You want me to do that? 也太嫩了。Yeah, you can do that. Sure, it's not rocket science. Oh, no. I know you have a new rule, like you cannot touch garlic in Chinese New Year. Why? No. The reason, I mean, the thought process behind it.先这样，咔，等下再录。
Winnie. 안녕하세요 Yeah, that's good. Erica, come here. 자자자자我们的晚餐大概很久来的时候，大概三个小时。Baby，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？这是什么？鳕鱼。鳕鱼香丝。蒸鳕鱼。那 Sergio 在吃的那个呢？炒面。那这个呢？就是咸蛋炒牛肉跟那个芥蓝菜。那这一道呢？那大杂烩吧，豆干啊、韭黄啊、牛肉啊、虾跟香菇都有。谢谢你哦。谢谢你哦。不用。